请进，请进。谁呀？每个人吗？有刚刚那个，刚刚那个，刚刚那个，请请。没有，我是来关注每一位都来关注一下。对，随便坐，来来。扣姐坐中间。没有，你们太客气了。就是要呈现一种在舞台上就好像很陌生，但是那个空气中就有一种默契在里面。我觉得刘惜君就是非常有精力的一个人，然后不论是你的声音还是你的眼神，我觉得在你唱歌的时候，我在那个电视屏幕看见跟平常我看见你的时候，那眼神真的是不同。然后就我很喜爱就是跟这一种表演者，我就觉得如果我们两个在舞台上去演绎一首歌的时候，我觉得就是充满一个气氛在里面。那我们可以再，如果是我们合作的话，我们可以再商量。好，那我就在等你的好消息了。哎，我会慎重考虑的。谢谢小峰哥，谢谢。我们之前也考虑过跟你合作，但我们知道你玩就是 indie rock 嘛。啊，是。其实我现在是我的高光时刻，要不要一起合作，然后再聊一些音乐上的东西？刘惜君，刘惜君，啊，小峰哥，你可以过来我这边坐，可以，没问题。小峰哥，我们可以，你是一直在等我吗？对，一直在等。感谢你。